小心，保护庄主！堂堂天窗之主，竟然还让几个晚辈搭救，惶惶而逃，愚不可及。四季山庄不消二弟子温客行参见庄主。除穷鬼，净山火。沈伯伯，你也要赴会吗？这次温客行一定会回归故。那些所谓的武林正道，根本就是披着人皮的贪婪恶鬼，就应该和青崖山的魑魅魍魉同归于尽。世间所有因为垂涎琉璃甲而来到青崖山的人，都别想活着出去。